是我，我在二楼的书房。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抱歉，是我失礼了。嗯，我不方便下去，麻烦你上楼吧。书房就是楼梯左边的那间。 你好，我是莫毅。初次见面，怎么称呼？莫毅先生，左然是不是和你说我是心理学家？心理学家这个说法不太准确。 我准确的职业是心理医生，所以你叫我莫毅或者莫医生就好。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请你从这件纸牌塔中抽出一张牌，并确保它依然稳定。 所以，你想拒绝我吗？安心，不要紧的。你之前的判断是对的。 不必道歉。只不过，现在你已经知道结局了。如果给你机会重来一次，你会拒绝我抽牌的请求吗？ 没错，你的理解十分正确。如果你能预知结局，你会拒绝我抽牌的请求吗？ 还是不好意思拒绝吗？这大可不必。拒绝，是大多数人都会做出的选择，人之常情而已。
哦，为什么？你听出这首曲子了？为什么会觉得它就是答案？所以，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完美的答案。你很好，我希望你可以永远记得你今日说过的话，哪怕有一日你与世人背道而驰，你依旧可以坚持当下的选择。在想什么？回味那首曲子吗？难怪你能听出《皇帝》这首曲子，还颇有见地。不看了，我已经收获了更珍贵的东西，这份的不看了，我已经收获了更珍贵的东西，这份文件就不重要了。我和莫毅只是公务往来，并没有私交，和他交谈时你注意分寸。如果左然问起，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他。说不上叨扰，我很喜欢和你聊天。我在高教区有一个心理研究所，大多数工作日我都会在那里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随时可以找我，不必预约。这周末在未名大学有一个画展，不知道你对绘画作品有没有兴趣？方便的话，我想邀请你一同前往。那不如到周末再约。我还有资料要整理，就不送你了。路上。他回去了。这么担心他，还好你没来。打乱我的计划，
我会很生气的。你不是想知道他合不合适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。他很合适，甚至我觉得他可以参与更深度的调查。既然你对他寄予厚望，那就把你庇护的羽翼收回去。他就像一朵珍稀的蔷薇，被你养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，在培养液的浇灌下，它或许绽放的鲜艳娇美，但少了风雨的洗礼，它永远无法拥有鲜活坚韧的灵魂。这与丝绢制作的假花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别忘了，你们是律师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刚才是我失态了，你别介意。今天辛苦你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除了古典音乐，莫毅还和你聊什么？如果很私人，可以不说。小姐姐，走路的时候要看前面啊。哎，站稳了没有？我松手了。啊，特弥斯事务所的律师。最近上新闻的就是你吧，我听过你的名字。活动下脚踝，看看有没有伤到。哼，没事就好，工牌给你，我走了。还以为已经骗过你了呢。你反应还挺快的。怎么，想要我的学生证？要去政教处告我一状吗？看来我是坚决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了。
小姐姐怎么不说话了？哼，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是被我帅气的笑容迷倒了吗？哎，别生气呀，刚才你也没看路啊，要是厘清事故责任的话，我们各占50%。喂，你来我们学校做什么？是不是参观画展呢？有意思，你来参观都没弄清展览馆怎么走吗？走反了。不是换地方，是去年新建了一个。没错，新馆不只是校美术馆，也是未名市的市立展览馆。啊，算了，我带你过去吧，就当承担着50%的责任。早安。是他约你来的呀？陆锦和，你也来了。也对，在你的学校办画展，你肯定会来。莫意，没错，就是你知道的那个陆锦和。如看到自己的家庭教师，肯定会不开心吧？他刚刚从国外回来，是提前毕业的，现在在未名大学攻读研究生。之所以是家庭教师，不过是因为他的父亲认为他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很有必要，找年纪大的老教授怕他听不进去，所以找了我。切，现在看起来老教授也挺可爱的。感谢你把我的同伴送过来，现在我们要去看画展了，告辞。我也要看画展，不如一起啊。小孩子就是粘人。我突然觉得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好好看画展了。市刑警队大队长严威，请问是陆景和先生吗？是我。周六，就是昨晚21点到凌晨2点之间，您在什么地方？我昨晚去曼尼大酒店参加了一个商务酒会，19点刚过就离开酒会回家了，之后我一直待在画室里。曼尼酒店的商务酒会是维纳斯时尚主办的那个吗？是的，主办人是维纳斯时尚的所有人，邻省沈家的大小姐沈西。酒会上您与沈西女士有过互动吗？当然有，昨晚的酒会是庆祝维纳斯拿下未名时装周设计金奖的，出于礼貌我当然会祝贺沈小姐。哦对了，我还送了沈小姐一盒酒心巧克力。这么说您承认那盒酒心巧克力是您赠送的了？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严警官，您不会是来挖花边新闻的吧？今天早上警方接到报案，有人在曼尼大酒店1818房间遇害，被害人名叫沈西，女，
26岁，邻省人。经过法医的初步检查，他的遇害时间大约是昨晚21点到今天凌晨2点之间。他的死因是食用了含有河豚毒素的酒心巧克力。陆景和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巧克力是你赠送给沈西女士的，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沈西遇害？你认真的？那么现在你是要请我配合调查，还是要逮捕？正常的调查流程而已。还是说陆总认为自己有特权？怎么会？严警官，这话我可担待不起。我当然会配合警方，但请律师的权利我还是有的吧。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。能不能拜托你做我的律师呢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可能开玩笑。啊，左然啊，我知道他非常有名。可是他太贵了，我请不起。哎，你不要忘了早上的相遇，你那50%的责任还没负呢。你觉得我会是凶手吗？你信我吗？说得很有道理，看来你是答应帮我了。哎，不是相信证据吗？不调查哪来的证据啊？我理解你刚才话里的意思，就是帮我调查证据啊。哈，我不管，我听着就是这个意思。警官，这位就是我的律师了，不如您先带着我和我的律师去现场，我总要亲眼看看那盒闯了大祸的巧克力吧。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晕轮效应。对一个人的印象和评价，往往会因为对他某一品质过于强烈的感知，而掩盖了其他方面的缺陷或弱点。陆景和是和印集团的继承人，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，过往履历清清白白。说他是一个凶手，其实那位严警官自己也不信。去看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，我们走吗？对啊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我主攻犯罪心理学，或许能帮上忙。一件命案和一幅名画比起来，显然是前者对我的学术研究更有意义。走吧，陆景和在等我们了。你打算先询问他吗？我以为你会先听听陆景和怎么说。我想你询问他的时候不方便往旁听吧。那我可要识趣一点，不能给你添麻烦。我先去那边问问警方的调查进度。前段时间我给警方做过犯罪心理学的讲座，算是他们外聘的顾问，沟通时会方便一些。
警方在沈西身边发现了一张没写完的便签，上面只有一个路字。再加上我送沈西的那盒巧克力里面检查出了河豚毒素，哼，我现在是有理也说不清了。从警方目前的排查来看，没有了。特殊关系，什么绯闻？说陆家要和沈家联姻的那个？当然没有。沈西他家虽然是邻省首富，但还入不了我们合印的眼。再说了，我家可没有为了生意卖儿子的传统。让你这么一说，我自己都快信了。好了，我和沈西确实有点冲突，但和绯闻没关系。你没给我机会说呀，挑起绯闻话题的可是你。还是说，你特别关心我的感情生活？之前说过，沈西举办酒会是因为维纳斯时尚拿下了未名时装周的金奖，要庆功。这个奖是他力压合印服饰拿下的，又特地给我发了请柬，明摆着是示威。我要是不来，岂不是让人觉得合印太没风度了，输不起。不过现在想想，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。后悔给他带了礼物，要是没有那盒巧克力，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悲剧了。虽然我看不上他经商的手腕，但也必须承认，他在服装设计上很有天赋，是个很优秀的设计师。唉，可惜了。沈西经营的维纳斯时尚是一家服装设计公司，拥有一个准一线的女装品牌。三个月前，何燕服饰曾想收购维纳斯，弥补自身产品线的短板，但收购案没谈成。不是，何燕给的条件十分优厚，可沈西从一开始就没想把公司卖掉。他之所以流露出合作意向，是想借着收购案炒作，抬高维纳斯的估值和知名度，进军一线。谈判刚开始，他就把消息透露给了媒体，而他正式拒绝收购案则是在两个月之后。这个收购案是我上任执行总裁之后的第一个大项目。这两个月集团上下投入的资源暂且不论，沈西这一手可是让我没少被董事会念叨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沈西虽然给我找了麻烦，但也不全是坏事。收购案策划过程中，合印资本运营部的经理向沈西泄露了我方谈判的标的，我就借着这个机会送他和那几位元老颐养天年去了，不然的话我可是很难动他们的。好说，都是现成的，我这就叫助理送过来。从发给我的安排看，酒会是18:30开始，20:30结束的。我是18:30踩点来的，算是所有宾客中压轴的了。我一来就把作为伴手礼的酒心巧克力送给了沈西。我离开的时间大概是19:01，沈西致辞结束我就走了。
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商务酒会，一向不会久留。而且最近我正在画一幅新作，人在酒会也满脑子都是画面构图和设色，所以离开酒店我就直奔画室了。没错，我是个画家。不如我送你一幅我的作品，全当是你做我律师的谢礼，怎么样？姐姐，别着急拒绝嘛，我可是第一次主动送画给别人的。你就这么看不上我的才华吗？那我就只好靠我的颜值和金钱吸引你了。说是礼物，其实我是临时起意来的路上买来讽刺沈西的。那盒酒心巧克力是品牌限定款，一共12块，上面雕了堕天使路西法的图案。完全正确，你知道的很多嘛。他坑了我一次，我总要回敬一下，挽回些面子吧。我原以为沈西收到巧克力之后会直接丢掉，只可惜他完全没懂我的内涵，还有说有笑的当场吃了一块。等等，沈西在酒会上吃了一块我送的巧克力，当时他没事。就在我离开酒会前不久，应该是在19点到19点1刻之间。因为巧克力是我送的，沈西没有放在接待处，而是一直叫自己的秘书拿着。但巧克力是沈西打算吃第一块的时候他自己拆封的，他拿了一块就把其余的放回秘书那里了。至于是否有其他人碰过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陆景和，该回警局了，传唤手续稍后补办，你看怎么样？托陆总的福，媒体已经闻着味儿往酒店来了。要是等所有手续都办齐了再走，大家谁都别想出酒店大门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律师，你是和我们一起走，还是留下来取证？他暂时不用吧，案发现场他还没去过，没准里面会有证明我清白的证据呢。好的，我一定尽快办理手续。我家虽然很有钱，但绝对不会用金钱干扰司法公正，所以我的清白就拜托你了。女士你好，我是二少爷的助理温晨，二少爷让我给您送一双柔软的平跟鞋，您试试合不合脚？是啊，您穿着高跟鞋奔波一定很累吧，二少爷特意吩咐的。二少爷画画非常好，对尺寸的掌握很精到，他可能是看了一眼您脚上的这双就知道适合您的尺码了。您客气了，
二少爷的案子还要您多费心了。换下来的鞋我会寄到您的律所，您看可以吗？啊，还有，这份文件是二少爷吩咐我转交给您的。怎么了？看你的脸色不太好。不要担心，不是还有我帮你吗？我为了研究犯罪心理学，接触过不少案件和犯人，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有些经验了。不必客气。警方复制了一份有毒巧克力的化验报告给我，除了沈西、江明月和陆景河外，巧克力本身及包装盒上并未发现可疑指纹。巧克力中所含毒素的分析都在这里了，但被害人的详细检查报告还要再等等。后续我们要询问证人或者现场举证，都会有警官随行。你这边怎么样？陆景河有没有提供有用信息？你是想说，陆景河离开时，巧克力还没被下毒？从我目前得到的信息看，你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，但也并非无懈可击。